还开两次，因为开了一次之后出院回家，钢钉脱落，他锁不住，因为你骨质疏松太严重了，他变成打不掉，收不掉，再开一次，又再开一次，哇，我这心里面真的是忐忑不安。他会说：“妈妈，你怎么没有通知我？”这样子，那我就跟他讲：“妈妈没事，不要担心。”哪里这样？我的大腿骨，大腿骨哈就断了，对，断，对呀，整个大腿骨裂，骨裂啊，骨裂，对，然后开刀，里面是装那个多子，哎，装钢钉吗？哦，对，那是很大的刀哎，是很严重，还开两次，因为开了一次之后出院回家，然后钢钉脱落，他锁不住，因为你骨质疏松太严重了，它变成打不掉，收不掉，再开一次，又再开一次，哇，我这心里面真的是忐忑不安。那第二次就有弄了？对，医生就一直交代，你绝对不可以乱动，他是用一个固定的那个绑脚的东西，把你整只脚固定起来，你不能动。因为怕你一动到它又掉了。那时候他刚好在拍戏，那我不敢通知他，就是当天开刀的时候，那开完刀就他到医院来看，对，他就惊讶。开完才跟他讲？对，因为他在拍戏啊，我也不好去跟他打搅，对不对？我怕他分心，但是他很紧张，是我哭，不是他哭。哦，你哭啊？因为我觉得看到儿子来，就是忍不住会说，一定跟他讲，妈妈没事，妈妈没事，你不要担心。因为看到儿子这样子哈，他会说，妈妈你怎么没有通知我这样子？那我就跟他讲，妈妈没事，你不要担心。三立新闻网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奶哥，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小 S， 我是吴瓜，我是波比天后王彩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三立吴珊如，我是李婷，我是王静，我是潘若迪潘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于祥全。大家好，我是柔柔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开心。天天就在吉祥物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越来越好，身体健康，顺顺利利，龙年快乐，龙年欢喜，龙年大发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好运滚滚来，新年快乐，而且希望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，龙光焕发，好运龙中来，我的爱龙合力，祝大家好运龙中来，祝福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欣欣向荣，生意兴隆，龙飞凤舞，像一条龙，你龙我龙，今年会红，心配健康，万事如虹，全家可以和乐融融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龙心大悦，生龙活虎，龙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。你想在山里看到我吗？今年有可能。我比哟，爱你哦，赞啦。